哎，不错。那如果摇两下的话，你要好试试看哦。听完女生的拍手，哇，非常的整齐耶。那如果一直摇的话，你要拍到什么时候？拍到我停为止。注意看哦，我停下来就没有人偷拍哦。 对，不用没有摇，所以记得等一下你看魔术的时候，你的眼睛要看你的耳朵要听，最重要你要动脑筋跟着想，你才会看得懂哦。因为魔术的背后都有科学的道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来到这边要跟大家表演几个好玩的魔术，都有科学的意义。那我要问大家，其实啊，我最厉害的是什么呢？我最厉害的是把东西越变越多，越变越大。大家什么东西想要越变越多？ 钱，哦，我们的小朋友太实际了吧？钱要越变越多，好好好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我们不要拿我的钱，因为每次拿我的钱来变的时候，人家都是我的钱，都过手脚，这样好了。我们现场的贵宾，我们的这个主任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会长啊、老师啊，请问谁身上有钞票可以借我一张？我拿你们的钱来垫给你们看，这样大家比较不要怀疑，不会怀疑，有没有？ 借我一张钞票，有没有？非常有啊，非常，请问一张好。哦，会长这边，好，借我一张。哎，哇，这是多少钱？1000元。好，那我要问小朋友一个非常简单的科学道理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是10月了，马上11、12月就要进入冬天了。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，你会做一个动作，你的手会一直摩擦。请问你摩擦伸？很好，摩擦伸热。好，我就用这样子的原理来表演，我把这个钱对折，对折，再对折。好，就用刚刚的方法，来摩擦，我把这个钱左边摩擦一下，右边摩擦一下，中间摩擦一下，摩得热热了之后呢，把吹口气吹凉。 哎，太用力了，来，赶快打开看看。哎，哎，太好了，来，一张变两张，来，会长谢谢，哎谢谢，哎您的钞票哈，谢谢，哎你看借我的钱多好，对，谢谢谢谢，哎谢谢，哎谢谢谢谢，对，两张就想把我拿回去哦，这个是我变出来的，有没有问题？ 有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再变一次啊！好，有人叫我再变一次，我要告诉你，魔术是不能再变一次的，因为魔术很注重视觉效果。可是啊，科学的实验是可以再变一次的哦，因为我们用同样的步骤，用同样的原理，可以产生出同样的结果，这个就是科学的精神。好，那我再变一次，但是刚刚没有说好算数，所以刚刚呢，一张变两张。 一张，我从这边，队长这边拿回来，一张还给会长，一张我要收回来啊。但是呢，这次我要先说清楚。好，听好了，哪一位老师或者我们的志工爸爸妈妈愿意借我钞票，你可以请小面把钱拿到台上来，我就负责把他的钱把他一张变两张，变出来两张都还给他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要借我钞票的，赶快，来，好来来来，你们大胆一点的，越大胆效果越好，有没有？ 赶快啊，请小朋友，请小朋友，大胆一点的，大胆一点没有。来来，有没有大胆一点的？有没有？给来给我们小朋友啊！来，老师有没有？好，幼稚园的小朋友，好，幼稚园的，好，来，请到台上来。好，来，请到台上来。好，我们一个可爱的幼稚园的小朋友来，请上来。好，来，你先站这边。 好，生日给我一下哈，来，你们口罩先拿下来，大家看你可爱的脸哈，来，我来访问一下这个小朋友，请问一下，你几岁？6岁。6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方文华，你结婚了没有？宝宝，要结婚了。哦，你早就结婚了，你妈妈结婚了啊，这个逻辑好奇怪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来，那刚刚这个钱是谁的，你知道吗？ 啊，张老师啊，好，那现在请把张老师的钱给我。啊，500元哦。
啊，只有500元哦。啊，我本来以为会有人拿1000元出来。那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来，没关系，既然有人拿500元出来，那我就用500元来变。只是我没有想到有这一点啊，哈，万一哈，我先说明一下哈，万一等一下变出来颜色不太一样的话哈，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哈。好，来，继续看哦，帮我看看能不能动手脚，把这个500元啊哈对折，对折，再对折，好，再问你们一次，摩擦伸，很好，看小朋友都记得，再摩擦，再把它磨得小小的，啊，你帮我吹什么？小孩吹凉，哎呦，吹气就好了，干嘛对我吐口水？我很恶心的。好，吹好以后，哎，好，这样成功了。我刚刚说我要把这张钞票一张变，两张要怎么样？怎么变4张？不要担心啊，两张还给张老师哦。来，大家帮我做见证哦。哎，魔术师不会说谎的，一张变两张。100元，好，来，两张还给老师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张老师，你怎么脸色不太好看？红色比较漂亮，对不对？嗯，等一下，那我来问一下小朋友。好，那我来问一下6岁的小朋友，6岁小朋友不会说谎的哈、哦。来，我来问你哦，来，一张变两张，你高不高兴？高兴，小朋友高兴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不对啊！好、哦、好好，来，魔术不是用来骗钱的，魔术是要用来学习科学的，好了，张老师，这样子好了，看你今年色已经很难看了，来，我把它变回来，再把它对折，对折，再对折，摩擦，再摩擦，一样，我再吹口气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哎，变回刚刚的500元，方俊老师，谢谢。好，刚刚我说了，魔术的背后都有科学的道理，你要是仔细看，你就会看到它其中的破绽哦。好，接下来，我等一下我要找几个最乖的小朋友来配合我的表演，但是我要先知道你们坐在哪里。我叫到你们年级的，请举手答有哈，那我知道一下哦。来。2年级，好，只要你这个年级，不管哪个学校的话，都举手哈。来，1年级，哦，很有精神。3年级，4年级，5年级，6年级，我们6年级是没有来，是不是？6年级，好，越来越少了哈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来，首先我要先找一个。四年级那边，好，4年级的小女生，来，老师帮我一下，交给小女生上来好吗？小女生，好，被老师挑到的请上来。为什么我要先找小女生？因为女生做事情比较仔细，我要请她来帮忙检查一下我的道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科学嘉年华活动呢，我们跑了台湾200多个学校哦。今天我要请她来帮忙检查看看这个道具的机关有没有藏什么东西。来，我请大哥哥帮我把道具拿出来。道具拿出来。哎，居然是一个箱子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道具装在这个箱子里面，这样搬过来搬过去。你看到了，这个箱子里面4面8方都用胶带粘起来了，但是，哇，这里破了一个洞。哎呀，那我的东西有没有掉光光了？来，那现在我要请这个小女生帮忙检查一下，看看。这个箱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？来，请你仔细的检查一下。如果你看不见的话，你的手可以伸进去摸摸看。手可以伸进去没关系。哦。来，请你告诉大家，这个箱子里面有没有藏什么可怕的东西？是我在动啊，没有东西哈。好，你检查过了，你要为你自己的检查负责任哦。现在我要把这个箱子里面可怕的东西把它叫出来了。会跑到哪里呢？会跑到它的头发上面。来，请你站过来。好，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边有个空的杯子，我放在你头上，不要动哦。大家看看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要跑出来？预备。有没有看见？没有。再一次，来，伸出两只手。
这次来，杯子放在你的手上，不用握着它，好，就放着就好了。好，来，这是两次了。现在再看一次，看看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跑出来。预备，什么跑出来？哦，风跑出来，风就是空气的流动。哎，可是我刚说是可怕的东西啊，风可不可怕？你觉得风吹在身上凉凉的不可怕，但是你不要忘记哦，每年台湾到了七八月有什么可怕的风？哦，像台风、飓风、暴风、龙卷风，这都是非常可怕的。好，那刚刚这么近的距离，我当然打得到啊。现在来，我来试试看，我来打远一点的，上面这个瀑布打得到打不到？好，预备，太简单了，瀑布脚边过去一点地方打得到打不到？好，预备，再远一点。哇，你看威力很强哎，打到这个地方了。但是空气看得见看不见？空气看不见，所以我们在做科学实验的时候，我们要让你容易观察。我就准备一个机器，哦，制造烟雾的机器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空气的流动了。我现在在这里面放一点烟雾。大家想想看，这里面的空气跑出来，会不会跟喷射飞机飞过去一样，带一条长长的尾巴？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。准备好了没有？
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谁要打人？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站得太前面了，没看清楚。来来来，接着我后退一点，看清楚一点啊。来，听好，老师要收取哦。大家放亮你们的眼睛，看男生怪还是女生怪啊？准备好了没？来，谁要被打？我刚刚是为谁要被打？好，来来来，小胖下来，我又问了，我又问了，请问你，你要选择打人还是被打？打人。你要选择打人还是被打？不行，一定要选一个。打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几年级？四年级。你是几年级？五年级。五年级可不可以打四年级？糟糕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你是男生女生？女生。你是男生女生？男生。男生可不可以打女生？好了，你都听到了。来，再问你一次，大声的告诉大家，你要选择打人还是被打？被打，给他鼓励鼓励。很聪明，很聪明，我告诉你选对了，等一下你就会偷笑，哦，好险，我是选择对了，你会很开心的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来演出的这段剧嘛，就是我们的小朋友，好，来来示范一下，空气是有威力，怎么示范呢？很简单，你就像刚刚一样，拿着这个空气炮，对，两手把它压下去，我要是打的时候就这样把它打下去啊。好，这就是你的动作。男生做什么事情更简单，你站在这边，然后转过来。那你会看到有一个甜甜圈跑出来，那你发现这个甜甜圈如果是从你旁边过去，没有打到你，你都不要动。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甜甜圈是这样，你要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学刚刚那个新闻记者一样，千万不可以掉的哦，就是把它吃掉。刚才也不是甜甜圈，不要就把它吃掉了。你要学新闻记者一样，要告诉大家空气是有威力的，像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就双手举起来，啊啊啊！会不会演？好，我相信五年级的男生一定会演得很像。再来，这里面好像没什么烟雾了，我要再灌一点烟雾。这里面烟雾要灌得多，还是要灌得少，要由他来决定。我来问他，我来问他。好，我来问他，如果你跟他有仇的话，我就帮你多灌一点。没有仇我就帮你转换一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仇？有仇哪有？人家让你打，你还跟他有仇哦？啊！你够多了，够多了，够多了！哦呦！等一下，多到看不见了，多到看不见了，来！哎呀，把它删掉哈！好，再来。再过来一下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耶。来，你讲前面。刚刚我说这个空气炮是谁发明的？哆啦 A 梦发明的。那我们能不能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就拿别人的东西过来用？不可以哦。来，我们请小朋友都坐下好不好？今天屁股都坐在地板上哦。好，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智慧财产权。我要先问一下哆啦 A 梦，他能不能借他的空气炮借我们玩？哆啦 A 梦是22世纪的机器人，他还要坐时光机过来。时光机的出口在抽屉里面，我去找他一下。来，两位面向前面，我去迎接我们贵宾哆啦 A 梦，看前面喽。哎，好像来了，太好了，我来问他一下，我来问他。哆啦 A 梦，可不可以借一下你的空气炮借我们玩？可以哈，太好了，太同意了。来，小男生，刚刚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刚刚坚持要打人的话，这件可爱的衣服就穿在你身上了。所以你看到这叫什么？吃亏就是占便宜，这样听懂了吗？好险，对不对？好想偷笑啊、哦。好，那没关系。来，今天我们要演出的这段的剧码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哆啦 A 梦。大战他的好朋友。等一下，我有问题。女生装扮得这么漂亮，男生都没有装扮，这样可不可以？要不要帮他装扮？
忘记了。哎，我怎么听到你们班的说要把你扮成静香？他是男生哎。好好好，那我来问你们，哆啦 A 梦的好朋友是谁？大雄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黄色。你今天有没有带黄色衣服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这样我们怎么演得下去？那这样好了，我去找找看。我找找看，我今天有没有多的黄色衣服？你看前面，好来，哆啦 A 梦看一下，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哦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刚好今天多带一件黄色衣服，好险有带到哈。来，今天我们要演出的这段剧嘛，就是我们的哆啦 A 梦大战他穿黄色衣服的好朋友。小熊欢迎。转过来，来，哆啦 A 梦再过来，就像刚刚一样，两手这样子把它打下去哦。来，预备，预备，发射！不是，你是打我们的来宾啊？是打错人了啦，打他，来。等一下，打到要停一下啊！来，再一次预备，发射，用力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会演得太假了一点。刚刚明明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这个空气发射甜甜圈已经对着你过来了，你居然，你真的觉得你是一只熊吗？还有，你是觉得我的空气发太小不太像你？是哦，啊，我叫你用力打，你打了这么小力，这个烟圈那么小，你是觉得我的空气发太小不太想玩是不是？是哦，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科学嘉年华为了各种好玩的东西，好，来，那我来问一下。大哥哥，有没有更好的空气炮可以借给我？这么大的人，好，来，欢迎。请问你们要换多一点还是少一点？哦，多一点，好，停，够了，停。来，我来试打一发，你看。
正方形的洞口出来是什么形状？好，我们试试看喽。好，预备。哎，什么形状？还是圆形哎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好，我来说明一下。好，因为呢，我们的洞口虽然挖成正方形的，但是我们在用力拍打箱子的时候，里面的空气会很快很快的往前冲出去。它往前冲出去以后，空气是不会突然的转弯的哦，所以空气往前冲，那旁边的空气呢就会从四面八方一直往中间挤进来，所以中间的一直往前冲，旁边的一直挤进来，所以才会看到这个滚动成一个由内向外旋转的甜甜圈。所以你不管完成挖成什么形状，最后都是圆形的。这就告诉大家，你在做科学游戏的时候要观察，要有假设，一定要做实验才可以得到结论。好，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来让大家来看这些好玩的东西，来操作这个好玩的科学游戏呢？好，其实就要介绍到你们的大学长罗董事长哦。罗董事长当时好几十年前，61年前念锦六国小的时候，他就非常努力啊。然后呢，他毕业之后又回到锦六国小来当训导主任，但是他最后在工作的时候呢，他还有一个信念，他认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所以他就不断的实验，不断的实验，动手做实验，最后造就了他今天的成功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有闯关的时候，也要让大家来做实验。那接下来，我要再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。我要用空气，加盐水，再加什么呢？加清洁剂，就是洗碗巾，来玩小朋友最喜欢玩的，叫做吹泡泡。有没有吹过泡泡？好，那我要问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用手去吹过泡泡？请问你用手去吹泡泡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会破掉。好，现在请注意看哦，我把这个手套戴在手上。好，所有的小朋友记得都坐下来哦。接下来，我拿一支吸管，沾着泡泡水，吹一个泡泡。我们都知道泡泡是不能碰的，一碰就破掉了。但是哈利波特送了我一个很厉害的魔术棒，我只要拿这个魔术棒对着泡泡水敲三下，马上这个泡泡水就会改变，就不一样哦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咚，咚，咚，哎，这个泡泡就变得非常的强壮了。好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来，再看一次哦。对，你看用手拍打，它可以像皮球一样拍。好，这个也是有科学原理的。为什么它可以拍打？因为你还是要观察，要观察哪里？要观察泡泡的颜色。请问你们泡泡是什么颜色？哎，有人说透明，有人说彩色，两个答案都对哦。那彩色，你看泡泡表面有很多的彩色，有哪些呢？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哎，非常好，这是彩虹的七个颜色。好，那这个颜色跟泡泡有什么关系呢？泡泡喜欢潮湿还有干净的环境，所以我们吹出来的泡泡如果越潮湿的时候，泡泡的薄膜会越厚，越厚的时候，透过我们的光线的折射反射之后呢，你会发现泡泡的颜色会越接近红色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吹出来泡泡，你看表面有比较多的红色的时候，代表它的水分比较多，你就可以用手套轻轻的来拍打，它不会破坏泡泡的表面张力。好，我们实验一下。哎，如果你看到有红色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拍打，好，它是会破掉。好，那我们再吹一个。如果你今天在吹泡泡的时候，吹出来泡泡如果是属于蓝、靛、紫或者没有颜色，这个代表这个泡泡没有水分，没有水分的泡泡一下就破掉了。好，一样，我们来实验一下。好，像这种蓝色、紫色的泡泡，这个不能碰哦，因为你轻轻用手一碰，它就破掉